让 K 来哦。我们的第三节课教的是什么？教的第一个就是炮盆，怎么样炮盆呢？炮盆的含义又是什么？就是顾名思义，就是说，像这一盆是三寸盆，然后我们要把它种大，我们要换什么？换当然是换四寸盆，就是大一号的尺寸。啊，炮，然后你们就会问炮盆的含义是什么？炮盆含义就是说不清根，然后不也不清土，然后就只是说拿起来移过去大一号的盆子，这样子就好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说，在一般的步骤区的话，应该会说，我们尺寸盆先一开始要先铺底，底大概大家都是用什么？泡泡炼石。泡泡炼石铺好之后，我们就把植物整盆放下去。然后接下来有空隙，空隙的时候要补什么？当然是多肉介质。多肉介质的话，就是说每一个地方都有卖啊，然后就是说我们多肉园会自己调配自己的多肉介质下去用。啊，我们接下来就是说把所有的土补好、补满，来补好补满之后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要轻敲盆的周边，让土扎实。OK。我们就这样，顾名思义就是套盆，套大一个尺寸，然后这一颗植物就会继续大到差不多四寸盆，或者是超越五寸的大小，这样就是一个很简单，一年四季，这个是一年四季都能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套盆，因为你想要把它种大，就套盆，这样反而就是说你不会去伤到根，你也不会去动到什么有问题，所以一般套过去。它其实不会有什么，你可能会黑根啊，还是不小心大家动到根啊，会死掉干嘛的，所以就不用去害怕。所以就是说，套盆是最简单的。然后我第二样要教的就是说，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一般在网络尝试都可能会听到，就是说清根、清土，然后再种下去。啊，这个要怎么做？就是说，好，我要换这个活细菌，然后首先我们就把它拿出来，拿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它里面的根系哇都长满了，然后接下来就会做一次的清根的动作。清根怎么清？有些人比较搞干啊，就是说应该比较搞干，可能就是拿工具啊、剪刀啊、琉璃扣扣干嘛等等之类下去用，但我们不用，双手万能。你看，我们清根的话，先拨旁边，拨旁边的这些根系，这些根系有一些是新根，有一些是已经老化的老根，所以你去拨它干嘛等等之类的，它不会有任何的伤害干嘛等等之类的，因为你还没有动到里面的主根层，所以就是说一般清根的话，最简单的清根，我会叫你这样子清，轻轻柔柔这样子慢慢拨。慢慢拨，你就会看到哇，这白白的根系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轻而易见。这就叫清根，因为我们不想要用它原来的土下去种，我们想要清根，或者是说哦，你种了一年多，你的整盆里面已经满根系了。满根系的时候，我们就，假如这一盆是满根系的，它满根系的时候，我们想要清根，一年要想要换一次土，换一个新的土，然后让它的新根再长多一点，让它健康一点，我们也会这样子做，去清根，清到我们都建议啊，你新手的话，就是说叫你清根，一定会叫你，我会叫你清到这样子而已。最里面的土层，一开始最里面的这些土层有主根的这些，不用去动，因为我怕你动了，然后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浇水啊，然后你又没有把它干好、保存好，它可能会烂掉，干嘛等等，就有可能会发生。可是说在这个季节，冬天是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事，除非就是说哦，你可能我们在南部的话，有时候就是说突然太热，它有可能会闷到干嘛的之类的，好，就有可能会发生。来，我们接下来就是说，我们就又套回去这种三寸盆，因为我就只想种到这么大，然后如果你想要把它种更大，你也可以像刚刚一样换到四寸盆，也可以三寸四寸都可以。还有些人就是不想要种那么大，我的空间就是都只能种三寸的，那我就种三寸。
来，接下来我们植物一样，我们包完根之后，我教的是，你根本就不用晾根，你晾根干嘛？你是直接把它放回去，放回去，补土，你的土都是干的，补土，把它补满，补满补好，然后让这个植物不会去乱晃乱动。如果你植物会乱晃乱动的话，你可能就是说，拿一根竹签啊，干嘛的，你直接把它架好，让它立着，不要乱动。好，啊，我换好之后就是一样，轻敲周边，让土扎实。扎实完之后，这个就换好。啊，有些人会想要铺面，没关系，你就铺面。铺面是就是一为了美观，二让里面的土层的话比较不会去干化、硬化掉，干嘛？等等之类的。然后我换好之后就是像这样，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清根，然后就直接套回去，一年都可以去做的一件事，也就是在冬天，在天气凉的时候都可以这样子做。啊，你换好之后，大家就会问，啊，我什么时候可以浇水？正常我们的话会等差不多一个礼拜后再浇水，就相当于最简单的。有些人就说，哦，我清根完了，那我是不是要晾在那边？对，你也可以晾在那边一个礼拜后再种。啊，我教你就是直接你把它种下去，但是你就是不要浇水，因为里面还是干的，所以就是说不会有任何疑虑出现。所以都是等一个礼拜后再浇水，它就会慢慢又恢复，慢慢去长根，就没有什么事。然后这个时候你清完根之后，这个植物要放在哪里？一就放在就是说哦，阳光不要照太强的地方，阴凉处，让它去修复，嘿，这样子就好了。然后我第三个要教的就是说，我一般哦，你从网络订购，不管跟谁订购都是一样，或者是说来现场去挑的一些无根产品。无根产品的含义是什么？就是说韩国进口进来之后，它可能就是一颗植物进来，但是不带根，不带土。啊，然后就是说你收到，我拿到，这要怎么种？大家就在问。然后就是说它一样种法，就是极度简单，就是说怎么种，我会依我们的种多肉的方式跟大家讲，就是我们一样会拿啊，你这棵植物就差不多多大就种多大。这个是三寸盆，这个是差不多三寸的特殊系统。然后接下来怎么种？一开始一样，底层会铺一个发泡链石，铺完之后，那接下来就是上介质层。那我们介质层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差不多会铺到差不多八分满。八分满，为什么要铺到八分满？因为我们上面还有一层东西，就是说我们都会教你在这棵植物的根头这附近，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撒一些培养土，或者是你习惯用泥炭土也可以，这两种土都可以。然后你就撒一些些在上面，它的根头那附近弄一些些，弄完之后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把植物轻压盆，植物这样子插进去，你看这样就好了。它好了之后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就是因为你在上层铺的培养土、泥炭土，我们就会再去铺一个铺面。好，我们就是这一次就先用次玉来做一个范例，我们就会铺次玉上去。铺次玉或铺面的含义就是在我们不想让培养土碰到阳光，让它氧化掉。种好了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哎，无根的就是这样。